小飞人刘铮27号和浙江广厦正式签约，尽管双方没有公布细节，根据了解是2年合约加上2年球队选择权，年薪上看500万台币，将和台啤的大学长野兽林志杰当队友。其实蛮骄傲的啊，我可以跟他同队，这样心情比较定了啦。现在就是等过去的时间嘛，下礼拜天。对啊，就很多东西要处理啊，离别的时刻还是要到来嘛。对啊，那只是要变成从台湾到对面去，就是不会常常看到我。希望大家还不要忘记我啊，不要让大家忘记我的最好方式就是在那边打出来，这样子像杰哥这样。刘铮满心期待要迎接新生活，但也坦言包括球队的定位、CBA 联盟生态等等，都还有很多的功课要研究。第一年我觉得我过去就是先找到我在球队的定位啦，我觉得一定会找到我的定位啦，就对啊，有能力是一定会被看到的、啊、他们那边现在目前就年轻球员居多嘛，因为我过去其实算蛮老的，看是不是可以帮助他们这样。联盟我还没有就是说很了解，强度会比之前去那边训练对美国队比赛会强很多、啊，其实我过去应该很快就变壮了，因为他们那边每天都在重量训练了、啊。我觉得没问题的、啊，对吧、啊？以我个性来讲，有时候比较鸡婆一点 ，OK 的、啊。目前刘铮除了准备下个礼拜飞杭州，左手肘的状况也得持续观察。透露目前只能简单活动，预计周一回诊。让我们祝福刘铮早日康复，到 CBA 尽快的适应，展现小飞人的身手。我来电视黄瑞宏、黄华君采访报道。